主了咱卖不了，咱人起这个信念的执着，我当然做主的人，第一种就是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不忘记啊，会超过迄个规矩。这自主的人心里构造的这个代志，就是讲呢，你做主的人，免得起心动念，掉个一心啊，就做主的这种反应，这种反应会超过规矩。这个机会会是什么？你怪怪的，听到那个在家技术，你就讲
啥咪都无，啊，我感觉唔感觉问题，你讲讲你啥咪都无，你奇怪无？嗯。啊，这回事，我是做这个工啊。啊，伊在家其实够好，有啊，爱到处，有啊，啊，伊讲啥咪啥咪啥咪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所有反应有啊。嗯嗯。啊，你讲好，无啊，啊，你讲错，无啊，啊，你讲啥啥无啊无啊无啊，这个所有反应无啊。嗯。咱就是要了解。嗯，咱即摆是啥物鬼？是即个在家技术出家上，这较重要吗？嗯，即个咱做一个人，咱是白白地主，咱是乖乖。哦，哦，即看拢现象哦，你叫咱一贯的地主叫做白白地主，即嘛是种现象。啊，你老母你不敢来。你看咱这众生够方便，我，即马你是一贯的地主，有可能一整世人不够大嘞，嗯，够可能，哦，即马这个阮囝，可能一整世人我是唔惊嘞，够可能，有可能啊，所以咱即马看到现象，一定拢安固定拢安尼嘛，就是讲阮囝我讲嘞，话我听就是爸爸你没礼貌。对我讲话这样没礼貌，我讲我讲话你讲，我爸爸你没礼貌，你看是伊那人无大无细，对爸爸这样没礼貌，你竟然跟我讲我没礼貌，是你没礼貌，还是别人跟我没礼貌？有这样话就很恼出话话啊！伊讲唔通伤客啊，你唔通讲你囝对你无友好，你就作数。伊讲伊无大无细，啊其实呢，就是人伊是恁老爸，哪有哩？可怜啊！哎，那你以你老爸的心，你讲过，啊，你该讲无礼貌嘛？对不对？哎，不是真世人嘞，你也甲贵亲戚说来吼，大家兄弟姊妹是兄弟，大家彼此好，做个好朋友。嗯。对。啊，你给老爸一尊，你的心到底是对一尊，已经算得清楚了。所以，你是给那个一心。所以你看看我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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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的拢是一关关一关，刚来这边，无去刚来这边，那个这边，那个这边，我是好的，你经验你来讲，你是跟主管是讲在讲话，这些人嘛，我要跟他们沟通，我要跟他们，不管跟主管是接的还是接的，所以我们来真心。这世人，不是要这世间来攀登。